来来来，摸了就会知道，哇，它就是不像蛇一样脱皮。这个真的不用吃水蜜桃了，对不对？味道真好，水光影，这是水蜜桃色，对对对，水蜜桃色，这个是新的粉红色，立即保水，它还有玄女萃取物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般有听过的赛洛美神经酰胺，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胡医师有提到的白藜芦醇，超级抗氧化的，最后一个大家应该都还没有听过，叫做冰晶番茄，它味道超好喝的，请用请用请用，还有这个喝起来就是有一种杏桃的味道。就是有水蜜桃味，你也不用担心说里面有什么乳制品什么爱长痘痘，它就是让你瞬间你洗脸你就会超级油干，你隔天起来就是骨溜，我想真的感觉就是个荣华富贵的人，知道吗？我觉得像那个日间保养，你喝原本那个胶原蛋白，然后你晚上如果说你怕你一直长期熬夜然后睡不好的话，你就喝紫色的那一个，那你像你要瞬间补水的话，像这个就是要一直抓住保湿力，你就用这个，我觉得这样子交错使用好不好？我们营养品喝起来，这样你就把化妆品放下来，因为你气色很好，对啊，真的，也像水蜜桃一样，哦，就是现在不用一直补，而且好羡慕吴尊啊，吴尊也给大家喝两包好不好？谢谢阿徐啊，哎呦。